开腾讯视频 APP， 首页搜索女儿们的男朋友，更多新鲜视频独家花絮等你来看。更精彩的是女儿对老爸的吐槽，上微视搜节目名看超多独家花絮。本节目由微视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联合赞助播出。老爸，看你幸福的样子，爸爸们正在看。剧情你不一定能猜到，但红包绝对抢得到。本节目由可以领红包的互动视频 APP 腾讯微视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联合赞助播出，记录我女儿真实的恋爱，女儿们的男朋友，欢迎各位，欢迎又见面了，不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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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一周不见啊，但他们好像没有心情听我们说太多，因为一周积累了太多的疑问、好奇、愁呀。我们这一礼拜都快憋死了，睡不着。到底这个女儿怎么回事？我们看到的女儿男朋友，他们都是属于大众不会讨厌的类型。没，还有一个没看见那脸呢。就三个见着脸。对呀、啊，玲玲的长相到底长什么样？对，都没见过。玲玲怎么样？那这样，我们还是从一段 talk 开始。特别期待。我看你前女友还给你做蛋糕呢，怎么样？开心吗？不开心。蛋糕好吃吗？不好吃。她给你做什么蛋糕呀？不记得。哇，这个。玲玲，啊，看样子我吵架了，感觉。哦，吓我一跳。玲玲 ，What's up？ 也不算矮啊，啊。不算，不是，不是也矮，肯定也不算矮，就是不算特别高啊。玲玲，玲玲，玲玲，哦，玲玲，哦，哎，精神啊，玲玲，笑起来甜甜的，你喜庆呢哈，喜庆，长得像过年的那种，很帅的。不矮呀，看着。他这个身高172，不算矮。我觉得是乖乖型的那种男生。这孩子真还挺接地气的，你还别说。这是潮哥的这个视角啊。那我可能接的是弟弟气，我接的是煤气吧。你怎么今天这么好看啊？今天。妞妞是很冲的，我知道了。是吗？你肯定跟人家小姑娘中午吃饭了，说我生日我请你吃饭吧。没有了。你想我吗？想啊。他很喜欢抬眉毛，发现没有？你觉得你今天过生日这样你开心吗？过生日啊，你不应该给我个惊喜吗？惊喜。惊喜就是你现在笑起来像个鼹鼠，像个鼹鼠，鼹鼠，那个土拨鼠吗？就那个啊，那个。谢谢，我给你点了个面面。我以为我一下来，什么？啊，蹦蹦蹦蹦蹦 ，Happy Birthday！ 对的。没的没的，没的，没的没的。好吃吗？你也不问我要不要吃。你要吃吗？我不想吃。还有点紧张哈。你看你生日我还请你吃顿饭，我生日你请我吃了吗？没请过。嗯。不可能。哼，那你说。你说呀。我不说了。你请我吃的这火锅。而且还不是在生日的时候。哦、什么？哦哦哦哦！哎，我发现我脑子真的不好使。我每次都记不起来之前发生了什么。
这句话真的什么意思？这句话很要命。什么选择性失忆是不是？我对你的爱你都不记得，这是什么意思？那是因为你不在意，你不想记。那不是这样子。你记得你去年你送了我一个什么吗？我生日的时候。送了什么？我二十岁生日。嗯。中国啊。嗯。法定结婚年龄。等会儿我想想。王者荣耀的皮肤。你让我哭了，你记得吗？让我在生日的最后一刻，哭得泪如雨下。那都好大哇！唔记得晒。而且这个会计，树木，这记性特别好的。这家店叫什么？跟你有啥关系啊？放下。哇，你今天穿的跟公主一样，跟公主一样。没有，你真会说话。哎，但他们好像很有那个甜度哎。那算了，抵消吧，好吧，今天反正吃顿饭结束了。你还有安排什么吗？我一直在等惊喜。哪有人自己 Q 惊喜？没有的。你看看天花板，说不定掉下来个榔头。他真的好像看，好真看。我以为你会给我买个巨大的蛋糕。我已经好久没有认真过生日了。那你，我看你前女友还给你做蛋糕呢。哦哦。这个问题。眉毛又开始了，不开心吗？不开心。好吃吗？不好吃。做的什么蛋糕？不记得。你现在求生欲满腔。爸爸们知道什么是叫求生欲测试吗？就是有女孩经常会问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啊事关生死。求生欲测试。我最喜欢穿的裤子小了。哇，那你太胖了吧现在。啊，那就把这条扔了，再去买一条你喜欢的。不满意。啊？换个洗衣机。这就是标准答案，这就是标准答案。换洗衣机，对，都是洗衣机的问题，把裤子洗缩水了。爸爸们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这道题是这么答的。改一题好不好？好。哎，你的前任要是在微信上给你发红包，你怎么办？收了。我也是收了，肯定收。话筒防水吗？我再质问一遍，话筒防水吗？前任那个我早就把他刷黑了。这个厉害了。为什么大家对前任敌意这么大？我觉得对所有前任有敌意的是对自己不自信。哇哦，对，这首先对自己要有信心嘛。我跟我很大所有吧，基本上所有的前任我们都是很好的关系。我儿子也看了吗？所以你看你这么着急还有没有？啊，最近好像咖啡喝多了，总是睡不着。这等会儿我在想。你是在想就已经完了，好，三秒钟内必须有答案。哦，我妈一直说这句话。那你去街上跑三圈你就睡着了。三圈就是脑回路，你再说一遍。我以后一定会关心你的女朋友是谁。我过来陪你喝两杯。哎，标准答案了。程程，你真的凭实力单身的？我好像不太适合这个求生欲测试，感觉我是零分呢。范爸爸是用生命在逃离这个话语场，你知道吗？嗯。范爸爸是用生命在逃离这个话语场，你知道吗？我觉得范叔有点像我爸，真的有点像。钢铁直男。那
我想问一下范爸爸，你觉得小林现在的测试就是哄女儿，这个算过关了吗？不行。我要他们拿两个小蛋糕味。好了，你可以拍张照，这就是你25岁的生日，三个蛋糕。你要给我拍吗？我要帮你拍照啊。不然呢？你这都没有准备给我蛋糕什么的？我生日的时候我蛋糕呢，你还奢望？哎，我蛋糕谁送的？酒店送的，煮饭小姐。好， Happy birthday, 不说了。Yeah, 好， Happy 不说了。我们吃蛋糕。回去吧，你别吃了，你走，你回去，拿吧，走。还想让我给你拍照，我没打死你，很好的，抬点头好吧，你的大鼻子要冲一个，垃圾土拨鼠，25岁老东西，你能不能帅一点？这还得给你后期，我好累。你什么表情啊？微笑。你这样子就很像一个呆瓜，你知道吗？你这样非常的难看呀。不要了，太丑了，算了，不拍。那就这样吧。哇，你吃饱了吗？我想回家了。好吧，走。哇，好有个性啊。真生气了？肯定生气了啊。噔噔噔噔，开心了吗？好幸福，我其实说的是物质建立耶，就是一个很做的蛋糕，这样的很香的，不全部是复制的物质。他的老板爸爸这个生日教育，爸爸给我做了多少的生日？你俩还是最最用心的啊。恭喜啊。这种事儿应该是个男孩子干的事儿，反过来了。范爸爸感受过这种感受吗？就是我就在想，我都50岁的，别气，别哭。我想他怎么会就他至今其实是个很粗的一个人，你知道吗？你放心，你的女儿，你去给你男朋友过个生日，你得递一个蛋糕，拿拖个箱子去。他能想到，我真的蛮欣慰的。有，那有跟您过过就是最隆重的生日？从来没有，所以说我也觉得奇怪。我老爸50岁了，你怎么从来没有一次？你有吃醋吗？刚才那幕有吃醋吗？一点点都没有。没有，我就觉得他长大了。您希不希望说妞妞就是给你也有一个属于老爸的跟他之间的惊喜？他肯定会为我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我坚信的。可能就是明年。可能是后年。您这么一说我们也不会剪掉，这么一播那是明年肯定的。不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份心。这个女人我讹上了。这个女人我已经说了，我自己因为最起码我知道我自己这个女儿。哼，土拨鼠。哇，这么大个蛋糕，还是键盘做了很久很久，字也都是手写的。哇，那你让我做还是跪、啊、你坐吧，你随便你快乐就好，你快乐就好啊。这个姿势一看也是很熟练。你要干嘛？我给你买了个你喜欢的东西。这不可能是我喜欢的。我给你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猜这啥？ No， 显示屏，电竞专用。开心了吗？真的假的？你看看这重量，你觉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损失的是我吗？
范爸爸一直在算价格，这一套多少啊？这一套多少？爸爸特开心。干嘛没完呢？等一下啊。这个是叫什么？五味杂陈。五味杂陈。这是什么？你要让我抓，抓完了以后才能给我吗？你看你能不能抓到吧，好吧。嗯，有点意思。这里面呢有你想要的鼠标。嗯。哦，我抽中了，你送我什么？对。哎呀，妞妞好喜欢他呀。还有就是一些信用兑换券，但是这书格里有一个，是你一周里面不许打任何游戏。可以开电脑，但是不许打任何游戏，除了《三国》以外，任何游戏连界面都不行。都不能装进游戏，就在里面。OK。喂，开始。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有可能哦，因为这是个紫色的哦。你记得吗？我不记得。我看你的表情。啊，我怎么觉得他们俩的感觉像？好了，没了。妞妞像男朋友。你为什么就死盯他？电脑，电脑个鬼哦！哎呀，你可以换一个了，你这人就容易吊死在一棵树上。不就你吗？还有机会。快呀！我这一生就毁在这个上面，整只都给你抓起来了，再给我跳。那这只可能跟你真的有缘了。好的。看半数的表情。我感觉被你玩了。玩了吧，玩了吧。等会儿为了证明我没有下。不打游戏一周，再来一次。故意的，给快给快啊！故意的，一周内不准打任何游戏哦。故意的，这是真的。我好难受啊！开开心心过生日，快快乐乐抽奖。真的就一周不准打游戏了？真的，你自己好好念一遍，读。一周内，我给你录下来好不好？万一你要打怎么办？一周内不准打任何游戏，做得到吗？可以吧。什么叫八把八去了？说。可以。啊，这个音乐。算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吧。我看你一样食物都没有。好吧，你就再掉最后一次，就是不是掉最后一次，是掉最后一个。你好没原则。不是，我看你太可怜了。我太可怜了，好吧，就感觉被玩了一圈。我觉得这个黑色的，肯定是我要的东西，可是它在角落里，你就是不给我。看到没？一抓一个准，肯定是好东西。什么？向林宇航大声表白，向林宇航大声表白。他写的内容都好少女，好少女啊！我也不想跟你大声表白了，好吧？为什么？我来说一点对你25岁的一个期许，好吧？嗯，那不是应该是我说的吗？土拨鼠，太像土拨鼠了！那不是应该是我说的吗？我就是觉得你。以后呢，我也不是说我完全不支持你打游戏，对吧？我今天准备这个电脑呢，我就是想跟你说呢，没有一个人会不休息打游戏的，你知道吗？就不可以这样打游戏，你怎么要哭了嘞？你知道你妈妈也很担心不？你妈妈也不能寐。土拨鼠哭了。所以我觉得你还是以后少打点游戏，好吧？这就是我对你的表白。别的表白也没啥好表的，对吧？我还想录呢。
说我爱你，这是太假了，啊，这是恶心，这是你那你天天让我说吧，那是我要确保你爱不爱我，对吧？那你也说一下吧。我不想说。为什么？我说什么？就每天晚上你让我对你说的呀。唱小燕子吗？不是。你现在唱一点。他每天晚上给他唱小燕子吗？小燕子把门开开。嗯，那是小白兔。你现在唱一点。不唱。快。宝宝，我现在要睡觉了，晚安，爱你哦，拜拜，嗯。好，拜拜，嗯。这是我晚上说的吗？嗯，这是你说的。这是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好了，你表白成功。怎么办啊？被他感动到了。哎呀，这范思静要去掌控这个男孩子，把他耍得头头转。你要是主动型的。就是那你们是怎么看待男生打游戏？请先发表您你方观点。我其实很理解这个男生的欲望，因为你不能说他是一个沉迷于网游，说不定他考上会计就是因为他游戏打得好。真的，脑子转得快。这是借口。真的不是。这是借口。真的不是。这是借口。真的不是。这是借口。真的，电竞已经变成了一项体育项目。你说的没错，但毕竟这个游戏又是买装备了，乒乒乓了，他整天要沉迷于这个。范思静意思他是有工作的，他现在就是空下来就是游戏，空下来就是游戏，那就不行。因为你是25岁，你成年人，你是有思维的。问题不是说我不让你打游戏，就是说你在这整个处事的过程当中，任何事情都要节制。那我作为一个打游戏的人，我要是小林的话，我如果一周的话，我会偷偷的，偷偷的，我会偷偷的玩，但我不会告诉他。这个男的不能要，这个男的不能要。偷偷的，你能把这个偷偷说出来，已经是不能要了。晨晨，你是带入在小林，他是在担心小林。我觉得没有一个男人是生而完美的，对，但是我们对他未来有信心。小林我觉得也是如此。这个片子到最后其实只剩下最后一个悬念，就是大家都希望他变成一个自律的男子，这是一份成长，他做得到吗？应该能做到。应该可以。做不到。大家把今天预测都搁在这儿了。其实玩游戏我觉得是 OK 的了，可以起到解压放松的作用，但是还是要控制好时间，不能沉迷。所以到底小林能不能坚持一周不打游戏呢？现在下载腾讯微视，搜索女儿们的男朋友官方账号，在猜测剧情走向的短视频中选择 A 或 B， 只要你猜对剧情就可以领红包哦。这可是微视的最新玩法，可以领红包的互动视频，赶紧下载可以互动的视频腾讯微视去领红包吧。那下一个 VCR 会是谁的女儿？我们先听一段 talk。我把今天的回忆牢牢地锁在你心里。Cool。 啊？哟，你看四个爸爸的一脸懵。在接下来这段 VCR 当中，男主角用了这样一句原话，应该说是四个字，主动出击了。漂亮吗？你也很帅呀、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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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漂亮！因为这边一会晚一点，风比较大，穿那个厚一点的衣服。好。哇哦！
他应该不会玩这种游戏的。您会担心吗？他自己也害怕，跟我一样。郭靖怕这个，我的天！我都怕。乔峰、郭靖和范大将军不敢玩坐过山车，觉得很不舒服。1983年呢，我跟我老婆去日本旅游啊，我第一次玩，裤子都湿掉了。哇，全程我都在大叫。哇，受不了，太刺激了。我让我坐第一排。哎，这种，我爸超喜欢这种。你爸超喜欢这种。对啊，靖哥哥最喜欢这种。很好玩的。你要不要挑战一下？好呀好呀，我们试一下吧。加油加油！哇，好认真的样子哦，陈一天。抓住抓住！哦。哎呀，经常就是这样的。你喜欢吗？真的？喜欢呢、啊，好喜欢，好喜欢。哟。好喜欢。再玩几盘好不好？没关系了，不要要省钱，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玩。好的好的，那我就再看一下喽。您真的会超喜欢这种吗？就在这儿玩一天。每一次到日本旅行啊，我都去做这些工程。我发现这个人就是很无聊的一个人呢、啊。不许无聊哦，很好玩的。不会吧？不许靠运气的。这个会敢不敢玩？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好像。不要。您会担心吗？嗯，你看这个挺浪漫的，有点水，是不是？这不是一点水，浪漫吗？浪漫啊，这是好多水，留下一点回忆嘛。真的吗？你看，你看，你没有什么。喂，你好啊，对对对对对，哦，爸爸，爸爸，对，爸爸。然后你觉得就是要玩那些金融游戏对吗？嗯。根本就不是我。你也觉得不要玩了哦 ？OK OK， 那我告诉他吧，留下一些回忆嘛。他不会玩这种游戏，危险。嗯。哇，救命啊！没事没事没事，有我在。反正急不过。我都结巴了我。我有机会握着手了。别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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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勾破都还敢握手。救命啊！冇事，这个很简单的，放松一点。你拿着我吧，你拿着我吧，你拿着我。三次了吧？要握三次没成。我别怕，别怕，别怕，别怕！救命啊，陈一天！简单，你刚才小孩就玩了，没什么的。砰！你等一下冲下去。救命啊，陈一天！你拿着我，你拿着我。别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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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了，我在。救命！我在。这个男生的目的达到了。目的达成。别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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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在。好。大功告成了。往那边，往那边。一天这一次，一天在这一天里想握多少次手啊？8次吧，我觉得有8次吧。
哎呀，华哥，越来越放松。多好的回忆，你看，挺好的，是不是？我是很少玩这些激动游戏。我觉得我比我爸更厉害。你爸爸这里也会怕吗？下一次你跟他来，我跟他来。子文站在一个女生的角度，怎么看刚才这一次游乐园之旅？故意的小伎俩，刻意为之。我觉得他们头一天晚上都已经拉了手了嘛，所以第二天，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很自然的就签上，因为你不用我，直接签，霸道，懂了。嗯，但是我觉得这种游戏是拉近距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看电影了，看这个恐怖片。恐怖片 ，No。如果要我的话。恐怖片跟你太弱了，恐怖片。恐怖片跟游乐园的话，我肯定会选游乐园。范丞丞别恐怖片，他一点惊悚画面就会打旁边的人。我也很害怕恐怖片，恐怖到就是他会叫的比恐怖片里的人叫的还惨。那丞丞，你如果就第一次约会跟女友约会，你会选哪里？我吗？你会选哪里？我会挑他想去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做的那种事情。就是他想去做的那种事情。我们老一辈的都是约他去看电影哦，去跳舞去，跳舞也是能够，最起码就可以拉这个手，搂着个腰啊，搂着个腰啊，也跳慢舞的。爱情华尔兹。那你去玩一这个。好。哇，我第一次坐这个。工作好像坐了一次，但跟男朋友就还没坐过，还没坐过。跟男朋友还是第一次坐。对。哎呀，那个就是我们刚才玩的地方。对啊。今天我们坐在这个摩天轮上面，摩天轮是那个什么形状的？圆形的。圆形的，那我们把我们的今天的记忆，什么？变魔术，变成心形。什么？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记忆，我希望你以后看到这个圆形，然后就想起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刻在这里的时光，好不好？嗯。OK， 好。还有，我再拿一个。我把我们的回忆，今天的回忆，牢牢的。哇，这关键时刻浪漫加分，都给 sweet 啊，锁在你的心里。哇，给我啊，谢谢。好看吗？超好看。哇，然后希望你以后看到这个，你就记到今天的日子。甜蜜哦，老林冒泡泡，不要哎，冒心情，冒心情，终于有进展了。到老了啊，真是一步一个脚印。他开心，好久没那么开心了。开心就好啊。太难受，咱就不看啊。太难受就闭眼，没关系，没关系。
也会变魔术。来吧，你现在看，这个现在是一，看好，现在是一。哇，厉害，变成二了。还有一个，这个二。这是什么？二个半。这个麦是防水的吗？我来防防水了，我真只能这被水淋下去了。教你们一下，这是新型的笔芯。不过春春，你真的是人才啊！谢谢，真的是人才。谢谢范叔。刚才这个片段呢，在现实里面我也做过。这个魔术呢是刘德华。他找我了，他还送给我一条链啊，一个叫圈。刘德华哥给您戴吗？他找我，教你，他找我，真的是要神奇了，神奇。我们没事，刘德华给他戴干嘛呢？没事，您接着说。我收回去了，我就回家。把这个还你，跟我老婆玩一次，哎，这个送给你。哟，嗨，那当时已经结婚了是吗？结婚了，已经结婚之后还这么浪漫？大概10年之前。是个老魔术了。经典再现吧，经典再现。其实是比较委婉的批评，一天用了这么一款经典的手段。生气了，到了很久了耶，有点危险，快点啦。哎，没得看了。哦，这就完了？那时候肯定难受死了，又到这种时候，又怕女儿生气又着急，一天迟到了。如果是我遇到这个事情了，你要我等了，也就死定了。过分，太过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对吧？啊，来，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段 VCR。我爸已经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爸已经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大哥手出汗了。我更希望他是一种调侃的语气来说的。这个肯定要准备纸巾了吧？这个。你真的可以休一会儿，你去看会儿电视去。哦，好吧。啊，叶子，我那药真的能煎了。什么病？发病多长时间了？一个星期多了吧。他们说带状疱疹都是老年人才会得。疱疹，带状疱疹。哦，累的关系。潮叔是不是？舒服多。这个小心本来蹦蹦蹦蹦，没有，他没跟我说过，我从来不知道，那我还不如打一电话问问呢。今天就是开点中药，肯定要自己熬就比较麻烦。我想试一次，这下很爷们儿啊，我来给你举着。不，哎，不用，少年，这个事儿是我来弄，那真挺不错的。干了啊，妹妹，干了。三碗不过顶香港。哦，好苦，好苦！我的天哪，这太苦了！还行，它有一股回甘。我想吐。没问题，你可以大号，小妹妹。
跟我们广州啦，每天都喝冬药啦啊。它就是皮啊、嗯。太苦了，燕子，你赶紧给喝了，你别跟那琢磨了。你这样，你喝四分之三，后边就不喝了，赶紧然后喝一口可乐，你就捏着鼻子，好吧？嗯。哎呦，我打寒颤了，看我干了啊。行。哎，这不错啊，啊，快点。而真的不苦。大口大口。那你别喝了，别喝了，今天第一天就这样，不强求你。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哟。我跟你说，我上听了，我今天不把它喝了，我就不是虎房桥叶子章。这是啥？他真了解他，他知道什么方法管用，懂他，懂他。嗯、瞧见没有？嘿，好样的，好样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无法替代在他身边照顾他。我觉得他俩还是挺登对，挺配的哈，他俩。他们俩时间比较长了。每一对有每一对不同的相处模式啊。给你做顿饭，就算是你生病了，我照顾你一下。既然是你做饭，那我今天就抱着一种期待的心。不要有太高的期待。我知道，我会偷偷点一份外卖的。你今天不会把我的厨房给炸了吧？啊？不会。哎，鸡汤里边要放萝卜吗？啊？这不是菠菜吧？这是菠菜。他连菠菜都不认识，他还做饭？他不太会做饭。哎，我不等你了，因为我觉得你的反应有点慢。家里快没红油了。买吧，买啊！我这在看价钱，你别老催我。你这样弄得我压力特别大。为什么有压力呢？不是，我现在在一个我未知的领域，我要学习，然后你在旁边，我没有你那么那什么，我哪。别老催我了啊！好的。买菜买到自闭，我太紧张了。你是咋了？我不会买菜，这是我未知的领域。光酱油就那么多，我哪知道你要哪种啊？对吧？所以你在很伤心，说就不会买菜吗？对。真的假的？烦的吧。反正这事儿就不是我能干的事儿，也不是我会干的，有一种挫败感。那就别去逞这个。那今天就我做饭，不是伟迅，你听我说，你就算是今天是陪我逛一个超市，也特别好啊。哎，那我就特高兴。那为什么你刚刚我说的伟迅，那你就当陪我逛，我想逛，那好，我们两个就逛，我们每次逛超市都特别的开心。是啊。对，你为什么不能调马上的转换自己呢？转换自己，那你说张叶子今天我就不想给你做饭，那不做呗，那我自己做。不是说我不想给你做，是我真不会做。那你别做，今天你就看姐给你秀一个什么叫厨艺，怎么样？嘿，问题解决了。他俩相处像哥们儿哈，对吗？对吗？为什么要把自己活得那么累呢？我觉得你让我做两个菜，首先汤我绝不会做，西红柿炒鸡蛋跟苦瓜这俩菜我做。所以张伟迅不需要做汤，因为汤是张叶子来做。OK OK OK Deal。 我一下都对了，是吧？对，你一下就对了。叶子的情商真的很高。来吧，做饭吧，展现打下手的时刻。我特别会打下手。
测试一下。你把这个的皮削一削。臭臭。怎么了？没事。我觉得这姜被我削完之后就没了。哦哦哦哦哦！你是怎么做到的？犯二了。哎呦我天哪！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你就在这里了。我觉得你真特别烦，特别多余，特别烦，特别多余。跟妞妞很像，跟妞妞很像。我觉得你真的特别烦，什么？特别多余。回去吧，你别吃了，你走，你回去。对，嗯。不是你在这儿让我觉得特别的烦，但是呢，又有一点高兴。一点，就一点。啊。娇气包，爱老猫。娇气包，爱老猫。前面是韩剧、港剧，现在是京味风格，京味风格，特别生活写实。对对对。啊，你先来抄一下排骨吧。对对对，得等先水先熟了。不用不用。下面条呢？姜切两片，三片。我真是服了。嚯，真是精细啊！葱、料酒、刨的。已经用 popping 在做饭了。然后呢？盖盖。棒了，张伟轩！张伟轩，你是这个世界上撇沫撇的最干净的人。那我应该去那种老北京涮羊肉里边专门给人撇沫。这个暴露了我的这个不会做饭的毛病。这不是毛病，大多数男的都不会做饭。谁说的？真正的米其林厨师都是老爷们。所以你知道吗？你向米其林厨师迈进了你人生的第一步。哇哦，叶子情商，对，叶子小时候就受我的影响，是假的，对，呵呵，这个就是一种方法哦，是你教的，哎，一点点引导，受我的影响啊，知他者，父亲，有，哎哎，其实我更好奇的是，陈胜，你觉得佩叔的女儿和叶子，你会喜欢哪一个？我这是你喜欢那种，太棒了，晨晨 ，Sweet Oh My God， 这是我最想要的，你就是厨神 Cooking King。那还有一个是那种，范晨晨干嘛呢？你怎么干嘛切姜呢？我给你个简单的 ，A， 我的阳光女友 ，B， 我的野蛮女友。我觉得我是阳光女友，阳光女友。哦。搞得你有一样。叶子和伟迅的方式是只有他俩可以这样。对对。这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不是？拌着嘴，就你损我一句，我损你一句，然后他又觉得互相开心，又觉得很甜，那就是幸福的味道。对，我爸第一次看我演出是那个大学演《家有九凤》，然后我爸呢就说他会来，但是呢我没有看到他来，嗯，然后我就演没有什么种白菜的，我就听见下面有一个男的好。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
我爸来了。这是他看我的第一次演出，他就是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一人。嗯，我小的时候，我爸答应我周六日来接我，永远这个人10点钟出现不在我家，永远。嗯，我早上9点我就起来，然后我妈还得还给我梳洗打扮扎小辫儿。嗯，因为很仪式感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吗？就跟好像要跟一个人约会一样，然后你就坐在那儿等。到10点，不接，打手机，这个电话永远刻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包括我爸的呼机号，我都每次呼机我都会说急呼3次7388，而且是急呼3次7388，你知道吗？每次打电话都急呼3次7388，不回电话不接，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就找不见了，就怎么那么没谱啊？然后我当时特别生他的气，但是呢他很快又原谅他了，因为希望下一个礼拜还能见到他。所以他第二天会给你打电话吗？我爸爸很少跟我道歉，基本没有过。但是后来我想开了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已经不是我生命当中的重点了，因为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了，我有我自己的圈子了，就他是我的亲人，我心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他没有给我那么多的时间，我也没有给他那么多时间，我们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候了。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应该学会去读懂你心里想要什么。这就是我女儿。嗯，离异以后啊，叶子就判给他妈了，另外一个工作也比较忙，就是有时候根本就回不去，但是你又不能不答应。那你不告诉他呢？不行，今天不行，来不了。我觉得你回不去就应该跟他说，对。现场不能打电话，没办法，没办法。这我特别能感同身受，我爸也是每周来接我一次。啊，一模一样。是吧？对。按理说应该来了，然后还没有来，就是那种等待，那种失望的那种。但我爸每次说来吧，有时候会迟到，但还是会来，啊，有时候会迟到，但是等待的那个感觉挺难过的。你现在原谅他吗？我原谅他呀，我原谅他。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第一次做父母，做父母的同时也在学会做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父母，因为孩子在成长，所以我爸爸妈妈也在成长。我觉得叔叔不用太难过，通过这个节目的契机了解女儿，这是所有的父女父子，包括我们跟我们的父母，电视机前的人看这个节目最大的意义。收获爱情是一部分，但是情感的堆积和对自我的成长的认识可能是更大的意义。该我出场了，好吧？好的，让你看看大厨的威力，好吗？原来坐在外面等着别人做饭的感觉是这么的愉快。他真的很可爱，叶子真的很可爱。米其林来了，米其林迷茫。哎，你先听我重复一下这步骤行吗？我别到时候坐着坐着呲了。你有3次可以寻求场外帮助的时候。先摊鸡蛋。鸡蛋那个弄好了之后给倒出来，倒出来完了之后呢，然后拿蒜炝锅。没有葱吗？难道西红柿非常喜欢葱哦？一次，这算一次，我觉得。你确定吗？后面有一苦瓜，我觉得你可能真的不太 OK 啊。哎呦，不就做饭吗？真是的，别跟我逗了，我跟你说吧。油呢？油。从你的脚步声，我就能听出你内心的忐忑。完了，最后帮助的大门被关上了。你确定吗？我跟你说，西红柿里面可是一定要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很重要的东西啊。葱。糖吧。盐吧，应该是。听不见，听不见。
听不见。嗯，淡定，淡定。西红柿炒鸡蛋里头要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我到时候看看你能怎么样。万分在意，百万分在意。你这个特效，你 ，You out out， 请走，这边请。You out。他好像班主任在查那个小学班的时候，你知道吧？暗中观察。哇！哇，还挺香的，伟勋。这个到了第二次场外求助的时候了。首先，你最好别看我的西红柿鸡蛋，好吧？我先藏起来。你最好不要看。哦，我没看，没看，没看。啊，豆豉。这一直在。你好好看了一眼，你好好看了一眼。没看，没看见。放油，然后放点蒜，然后呢，放豆豉，炒一下，把苦瓜放进去，放点糖，放点盐，稍微点一。糖。先点，然后再点盐，稍微油大一点，因为苦瓜吸油。OK OK， 看起来能吃，默默的给自己加了个油。走你，有饭吃，绝对的够了。走你，这味儿还行。齐活里，好。米其林，米其林巅峰。摆盘儿，好嘞。你说相声呢？走你！我太妙了，我是不是没搁糖？没错，我还真没搁糖，但是没关系。最后的一刹那，这块儿我又放了。好嘞。就一顿饭把一个年轻人活生生的给逼疯了。上菜吧，厨师。好嘞。这是我第一次为你做饭，对吗？是的。哇塞，简直是无敌了！先尝哪个呢？你觉得你最有自信的？我觉得应该先尝西红柿鸡蛋。太咸了，没放糖。惊艳了，太好吃了 ，very nice。你接下来吃第二道菜吧。零分。为什么呀？这个苦瓜有一个问题，油没有吸进去，你肯定过第二次油了。你绝对是炒呲了。完了，我是不是油放少了？然后往里头又倒生油了吧？我有一个绝招。我再弄点油。叶子这么厉害，这都能吃出来。尝这个了是吧？好，这道菜我要问你，你能吃出它有什么不同吗？糖是最后放的。放白酒了。用白酒炒的。我哪知道什么是生抽啊。哎，去你的吧，不放了。我决定放点白酒。独门秘技不是我在网上学的，它就是我灵感来了。这个绝对是白酒。怎么样？好吃啊，很鲜啊。好了，基本上都弄完了。真的很好吃。我第一次做饭。真的很好吃。行吧，我觉得及格了。90分。来，干杯。哇，太棒了。
你成长了，老铁。老铁，我以为你会把厨房给点着，没想到你做的这么好。我觉得以后咱们家做饭的时候可以交给你了。对了，这是重点，我告诉你。我想上厕所。去吧。张善，他爸妈，吴昕他爸妈。您上一次跟他视频是什么时候？这是张伟迅给我做的饭。哟，他会做吗？特别好吃，西红柿炒鸡蛋盖了帽了。盖了帽了，棒呆了，完美。哎呀，我觉得做的不好，我觉得做饭太难了。饭呢，就是说不是谁天生都会做，你必须得实践几次，你才可以做到位。他先拿我开刀练练手，然后回头给你们露一下，露一小手的对吗？卸了虎子掀门帘，露一小手。这可是北京土话啊！那可不吗？是啊，你喜欢我给你的牛肉吗？嗯，也喜欢，挺好的。你们这两天出去的时候稍微注意点，因为这两天降温了。那么好啊？嗯，外边冻眼珠子。冻眼珠子。我穿着你那大靴子的，你给我买的那个靴子都买去了。好了，拜拜。好好的啊。嗯嗯，你拜拜。他们看到了你做饭啊，你应该给你爸妈做一次。好啊。简直盖了帽了。我留意到叶子叫她男朋友叫的是张伟迅。对，张伟迅。我后来才发现其实叫全名是最近的。哦，就比方说什么叫亲爱的啊，迅迅啊什么的，都不如叫张伟迅，因为很少会有人叫你全名。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会叫我男朋友叫全名。哦，嗯，这个我们老人家就比较差一点啊。像我姥姥他们说，你这叫名字干嘛？连名带姓了。啊，我其实有这方面的困扰啊，因为我的名字叫范丞丞嘛，但是我妈在家里叫我叫宝宝，宝宝，宝宝。小时候开家长会，初中嘛，当时都好面，就盖了帽的好面，然后呢后面突然传来宝宝。Oh no! What? 嗯，妈，宁死不回头。其实刚才到最后也是温暖，但是有一个细节，其实就是那个视频的时候，他跟伟迅的父母整个沟通交流的过程，很快乐，很愉悦，快乐，然后很亲。他男朋友家里很喜欢他，那叶子可爱呀，盖了帽的可爱。其实我跟你说，曹哥，像这样其实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这次你通过这样，你得拿，你得跟他聊，真是。今天他有空吗？是个视频。现在视频啊，现在，哎，也不是不可以。曹哥，择日不如撞日，盖着帽的视个频。嗯。得找一会儿了，得找一会儿。你好，叶子啊。你干嘛呢？打王者荣耀，玩游戏呢。我这爸爸在这做节目呢。哦。主持人说，想让我跟你视频一下。那不是主持人说，是曹哥特别想跟您视频。你想视频就想视频，怎么说我们？我那怎么不早点 Q 我一下？不早点 Q 我一下？不早点 Q 我一下？我打个。也好，你行了，就这样不挺好？盖了帽的漂亮，盖了帽的漂亮。是。成成，成成。你俩盖了帽的甜，动眼珠子。我男朋友在这儿呢。Hello， 哎，伟迅你好。万达将军。
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千万别哭吧，坚强一点。哎，第二点，你这个粉底的色号选白了，粉底的色号选白了。谢谢。太可爱了，你好可爱啊！还好你不像你爸爸啊。行了，表现不错，就说到这儿，你们很精彩，爸爸为你骄傲啊！好，拜拜。哟，说一千次明天就打，不如现在拿起电话，当下就拨。这句话也送给屏幕前的所有正在看的朋友。更精彩的是女儿对老爸的吐槽，上微视搜节目名看超多独家花絮。本节目由微视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联合赞助播出。剧情你不一定能猜到，但红包绝对抢得到。本节目由可以领红包的互动视频 APP 腾讯微视冠名播出。来看 VCR 之前还是老规矩，一段 talk。 我是坚强自信独立上进才华横溢的女人。喂，我哥哥，我男朋友卡头。Two, two, three, two, four, two, five. Happy birthday to me! 陣間請你 distract Leslie 一陣。啊？為什麼？ Birthday surprise. 女兒收到的生日驚喜。我反正我理解是除了这个炸鸡就是炸鸡，不是炸鸡炸鸭了。OK， 然后吃午餐。Chicken， 就是炸鸡。哎，他这个炸鸡是每一天要吃炸鸡的。炸鸡。No， 你炒搞的。整个就会倒霉。Oh, I'm ready. Oh, I'm ready. So, so good. 有冇攰啊？你哋？哦。哎，这个好哎。抱抱抱抱！我帮我顶头发。哇，天哪！我这边吃饭好孤单啊，感觉。我跟你一样，哥哥，我来找你。好喝吗？哦。还不错吧，是吧？戏真多。哇，爸爸又来了。喂，爸爸。哟。哎，点啊？你嗰边冻唔冻啊？爸爸打电话。爸爸打来呀。哎，冻唔冻啊？每一次，确定不是录音吗？哎，电话。喂，爸爸。你是爸爸。这是爸爸的才能，他感觉到我们最麻烦最。喂，爸，我在吃炸鸡啊。吃个咩话？炸鸡。炸鸡啊？系啊，跟住个手好油啊，爸。哦，sorry。好啦，咁唔讲住啦，好啦。哇，天哪，你看他今天打来多少次。Oh my god！ 一二三四五六六次，而且爸打给你，你不听你不接的话，他没有问你在干嘛。每次开车的时候要转一个很大的 turn， 他又赶来，很挤，一定要去洗手间的时候他又赶来。刚刚好拍完戏 ，OK， 有一个小时睡觉 ，OK， 他又打来。佩叔，这个频率，天没黑六次电话是正常的吗？不正常，不正常。一般，一般打十几次，打十几次。佩
可以说你很粘人，你是那种很喜欢你。不是，这怎么说呢？他明明说啊，今天不休息，那休息的话呢，你又不打来，你在干什么？对吧？要听听声音吧。他一听到我的这个微信，你微信听不见声音了啊，你懂吗？距离是拉近了，可是那感情没有了，没有搂搂抱抱，或等于是打电话挺好，我听可以听到你声音嘛，是不是啊？我觉得老大这打电话这么频繁的话，是不是有什么心结呀？砍断他的头，砍断他的头。曹哥一般什么频率？我这个没事就不需要电话，一年两次。你怎么懂？但是你是不是对他们不放心啊？这可以这么说。佩叔跟我妈很像，我妈一打电话过来就。安生生，这声音就原声啊！安生生，你在干什么呀？妈妈好想你啊！然后说啊，我在干活。哦，是吧？你在干活，哥，那我不打扰你了，那我一会儿再给你打。然后过十分钟，还在干活。啊，你现在干完没有啊？你跟妈妈聊天，就这种。我怕你这段播出之后，你妈不会让你再让你录任何节目。老板啊，就打电话。我妈就是跟佩叔一样，就是心态都很放松。我妈叫传美嘛，一定要让我叫她叫小美，也把自己年叫年轻小公主。哎呀，好羡慕，我就从来没有这样过。我跟我爸我妈就没事是从来不联系的，从来不会问我辛不辛苦啊，冷不冷啊，累不累啊。是不是因为你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冷暖已经自知，并且感觉就是她很独立。独立都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没有人关心你。哎，那我说了，我想请问你们年轻的，你会嫌我烦吗？我小时候一定会，就特别是十几岁的时候。Me too。我就会很烦，但是到我现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满满的爱。我现在特别的能理解，就能接受到父母对我那个关心了。烦就烦一点吧，没关系。嗯，听见没有？烦一点吧，你们呢？明天开始别打十个，打六个吧。啊，六个，受不了。好像，嗯。那我们刚刚在猜拳的时候啊，我是不是说有一个 punishment？ 刚刚是谁输了？是你输啊。哦。边个输咗，边个有惩罚？啱啱边个赢啊？喂，哥哥赢啊，哥哥赢喺度。You know what the punishment is? Stand up. 嗯哼。哦。Announce to the restaurant. 哇。我爱姜丽文。然后你一定要说三个点。要一篇立论，我的天。为什么你爱我？哦。啊。Happy birthday. 这个对博豪的性格来讲。Oh my god， 这种女友真的。你不要假扮，是你、yeah. 站起来。吃完饭先，有了。哎呀。OK OK OK。Are you ready？ I'm ready. I'm super ready. You. OK。我爱姜丽文，我爱姜丽文。Have.Best qualities are she's very grateful. She's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And she's the most loving girl. Thank you. 没反应。Thank you. 冰雪餐厅，冰雪女王住的餐厅，冷漠。他敢做哎，他敢做，我就觉得很。I wanted to embarrass you, but I'm so embarrassed. 很甜啊，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为一个女朋友做过这种事情。真好。So, do you have anything planned for my birthday? 我们期待的生日惊喜。Do you have anything planned for my birthday?这个时候就
But this is perfect as well, though, isn't it? 好阳光，好简单，幸福，简单快乐的元气女孩。Got some exercise, and then my family and my boyfriend. This is good. Yeah.给我劈两个两行泪，那劈一盘狗粮，两盘。Okay, I'm gonna go to the toilet. So, 现在是你先走是吧 ？Yeah, yeah. 然后你要时间去准备你的东西。Yeah, 一个钟头，一个小时。今天拖住，可能一个小时。我想办法。Okay, 我待会儿。Thanks. Okay. Oh, honey, I have to go.You have to go? Yeah, yeah, but it's only for about an hour a bi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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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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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right, see you, Ben. 加油加油哇天气的恋爱。我帮你写。这什么？这什么？荔枝。有，芥蒂饼。芥蒂饼。他亲自用炸锅做了份炸鸡吗？真的假的？他要做烛光晚餐。哦。烛光，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因为我爸也给我妈弄过。我的女儿是很喜欢 surprise， 她喜欢这个。好幸福哦！哎，你看到没有？我女儿男朋友布置的东西。佩叔，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哪儿疼扎哪儿。但是教你个网络词语，叫扎心。你不觉得有个鲜明的对比？妞妞在做好。佩叔，不要哭。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在接到惊喜和给惊喜的这个对比啊，是准备惊喜的人比较快乐。Jenny。Oh my god！ 爱吃。Surprise, honey。容易满足的情况下，你还愿意付出这么多，其实这就是你的心意了，真的。有多重要呀？人在手中。This is wonderful. Thank you. I know you don't ask so much. So、哎呀，我要有这样的女朋友，我也会哭。是不是她太简单快乐了？第三海菊啊，等海。哎呀，我没有交房卡。也不是我吧？是您，海雷呀、啊。哟。Hello， 你在干嘛？哦，哥哥，哥哥，哎，好像我。And then look， 哇 ，Isn't that amazing？ Yeah， 哇，好 ，Enjoy。Thank you， Thank you。Oh my God， that just flew in。特别像是设计的感觉。It's your moment, honey.
Oh, it's my moment. Oh. 你像那种外国小情侣啊，你都在国外生活过，他们就是那种被爱包裹的女孩。结婚吧，结婚吧。脑袋上在冒桃心一样。OK， 我们吃吧。Let me switch off the lights。拉满点呢、啊。嗯哼。哎，礼物吧，蛋糕。哎呀！哎呀，谢谢 ！Thank you. This is the best birthday ever. It really is. 谢谢。Aw, I'll put it right here. Oh, honey. 你要唔要你第二个礼物啊？咩嘢第二个礼物啊？炸鸡咯。不会吧？你今日有咁多惊喜嘅 ？Well, you kind of know what it is. Oh, honey, the Lily Lantern. 你做好了 ？Yeah. Oh. Yes. 灯笼，他发明的。Oh my God! 好漂亮啊！你看这灯很逗的，而且它一转呢，还会慢慢亮。要么就慢慢慢慢就没有了。有被舔到吗？有。哇，你自己设计的灯，好叻啊你 ！Oh my God, I'm so excited. Am I number one? 嗯。I got the first one. Of course. 哎，谁说理工科不懂浪漫？哦 ，Thank you so much.Can't believe it. 其实我看到这个我很感动的，看到你从第一个 step, you know, 开始 design 的时候。Well, you helped. I just had opinion. 全部都是你的才华。这个叫 Lily Lantern, 就是因为你妈妈叫 Lily. Yeah.你知道我会问你什么吗？为什么不叫我的名字？为什么不是 Leslie Lantern？ No, it's so sweet. 我很爱你妈妈，我很爱你全家。我爱你全家这个表达，我要重新交代。这句话真的不同的人说，我爱你的家庭，我爱你的家庭。你觉得爸爸看到我们这么肉麻，会怎么样？我想应该有少少吓咗。Oh, really? 爸爸，因为如果我有个女，小情人，小情人呢？我觉得佢会 on the inside， 入边佢会好开心，出边我觉得爸爸会。精准，知富者莫若女也。Like 识咗你之后，我觉得自己有咗好多自信。Yeah， 我就算唔化妆，就算有开始有依啲纹啦，我都觉得我好靓。哇！好像最近有很多女生会，哎哦，你几岁啊？哦，不要想，不要想，不要问。但我觉得年纪是女人。应该骄傲的一个 ，I am a proud 33-year-old， 因为我觉得我越大，越聪明，越漂亮 ，I'm strong, independent, hardworking, talented woman, and I'm proud to be 33. 所以我觉得我就算是43、53，我都会很骄傲。Yeah, I don't think I'll ever hide my age.Did you gain confidence being with me? Yeah.
它就像一个无限的鲜榨的橙汁一样，你就是有 元气满满的活力。你好帅，My handsome boyfriend, I love you 你每次都唔使叫我做啲咩，所以今次就搞大啲。Thank you。做乜嘢啊？不愧是姐。还有惊喜吗？不，这个惊喜，我们的铺垫全部都已经到了。我觉得导演组不会残忍到就是在这个时候铺垫了。No! 拍完吗？最后一点，你拍完吗？哎呀！佩叔说点僭越和不礼貌的话，就是，就是特别想大叫在一起，在一起，结婚，结婚。这个郭豪，真的 OK。他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嗯，也不打游戏，不是不打游戏，不是。一个是听他能倾听的一个人，第二个他们已经有一种默契了。但是最后你要卡掉的地方，我猜想，可能有一只玫瑰花套了一个三克拉、五克拉的钻戒给他。嗯，其实他是希望那个男的给他女儿弄个三克拉、五克拉的钻戒。对，这是他的心里话，他利用的我做一个桥梁，对，说出来了。我不是羡慕那个男朋友对她多好，我是羡慕佩叔给她女儿的爱足够多。她是在一个爱包裹中长大的孩子，她非常的健康，她非常的自信，这个是她最具魅力的一点。然后她今天说的那些话其实挺触动我的，因为我在法国女人嘴里听到过，她们觉得自己每大一岁就又美了一点，但她们指的那个美不是皮囊上的那些美。所以我在佩叔女儿身上看到一个非常充满魅力的女孩子，就我要是有这样的女朋友的话，我也会这样疼爱她，她真的好可爱。对，我说的我刚刚不是因为我是她爸爸啊，那么当然呢，有一天我能够面对我好要跟她说的话，我会跟她说，你这小子，你这很幸运，太幸运了。你女儿能是现在这样，你有很大的功劳。他一看就是没有太多童年创伤的孩子，有很多童年创伤的孩子，他长大的人格是不会这么完整的，他性格上一定有他童年创伤留下来的东西，而那个创伤会操控他的未来，就是原生家庭的。就像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小时候我爸妈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就没有见过他们俩在一起过，我就早就习惯他俩是分开的，我就早就习惯察言观色的去观察他们，我很敏感，就是因为单亲造成的。但我小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他们俩分开对我有什么影响吗？我还甚至开玩笑说，我生日可以要两个，我过年的压岁钱可以要两份，我就觉得这是件没有影响的事情。但随着我长大，我渐渐发现影响特别大，这个创伤这辈子我都带着的。Love, and time. 就跟着佩叔的女儿一起谈了一下恋爱，真的好感动，我刚才都想哭了。其实你们这几个我都很想搂一搂你们。现在你们的年轻人呢，想法是很有逻辑性的，也很理智的，在分析出来是令我们这个年纪觉得很想搂搂你们。好，佩叔我来了。你刚才有发表吗？好，那其实今天到这儿，我们咱们四段的 VCR 都已经看完了，
其实故事在往前不断的是有推进的，其实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的 VCR 就先看到这里。是的，女儿的真实恋爱，女儿们的男朋友 S 老爸，看你幸福的样子。更多故事我们等待爸爸们的发现，每周都有更多的新鲜狗粮撒给你吃。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的爸爸以及守候在我们的腾讯视频前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拜。你迟到了半个小时。哎，你把我位置放在哪里？你想咋的？这鲁班是个弱鸡。打游戏了，你别再看手机了呀。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我等到40岁我也没关系。喂，今儿个我们就要一起寻找童年的回忆。每周三中午12点，女儿们的男朋友特约版暖心上线，会员尊享更多内容福利哦！感谢合作伙伴新浪娱乐微博、微博台网微博综艺、腾讯新闻、知乎凤凰娱乐、北京网、猫眼娱乐。感谢合作伙伴极光 TV、QQ 看点、兴趣部落、塔图文化、企鹅、极光盒子、QQ 浏览器、天天爱消除、QQ 飞车的大力支持。腾讯视频用户点击下方女儿们的男朋友尝鲜打分通道，为节目打分并发表意见，你的意见将在尝鲜通道评论区内展示，任何用户可得任意节目评论意见点赞，每周评论点赞数排名前5的用户以及由小编挑选的优质评论意见的用户将被赋予尝鲜制片人称号，将有机会获得鹅厂精美礼品。你的意见很重要，快来参与打分评论吧。